老师讲主题讲干温场温。干温场温是啥？温天，开解心魔，理心平定，勇于认错，真心改革，修炼不羁，放下执着，忍辱吃苦，不贪享受，目标立定，无可不退，日日归真，志向无忘，积极热忱啊！哈，干化地流，我看看那一只用动的学习啦！哈，感恩忏悔是真关键，咱在这个地的世界当中，